你把暗杀游戏搞成屠村游戏，爽啦！请问是魔鬼终结者吗？When you are ready to advance, you have only to use it. 哎呀，这种游戏好玩啊！极度舒压，爽杀就杀。选最简单，不然要不然你会造起来，真的假的？我玩游戏从来不玩什么最简单的，最简单是给小孩子玩的。欢迎《Hitman 三世暗杀世界三部曲》的戏剧性结局。如果你想要在展开战役前先锻炼一下你的技巧，我们建议你游玩进阶特务训练。哦，特务训练，训练一下啊。为什么没声音了？干你娘嘞！到底是怎样啊？还没打到人就造起来是谁啊 ？And a true assassin never calls attention to himself. A true assassin 哦，新人。潜入，如果穿着当前服装，警卫不会允许你登船。你必须潜入栅栏后货仓区，找到伪装。Sorry, but this access point is. Security won't allow you on board in your current. 他们射得也太准了吧！我旁边这么多人欸，干！我旁边那么多人，他都射不到，夸张欸，干！他这些警卫坠入魔道是不是啊？子弹会自动追踪的，操你妈的！That mechanic is in your way.Sneak up and sub. 安静的制服他。You have quietly. 哦 ，Sleeper Hold， 摔角绝招。嘿，我靠，我妈一剑换一耶，好猛。That's the first. Might just work though. People do tend to. 主播难道可以用 RKO 吗？当然没问题啊。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对他人投掷钝器可以将其击晕，但不会击杀他们。如果别人发现昏倒的人，就会把他们唤醒。反手，右键瞄准，左键投掷。Well, that's gonna leave a mark. I see what you're getting at. Very unorthodox. I like it. 丢进冷冻柜。就用这个半身像丢他，是不是？干你娘！什么鬼啦？白目哦，这人就他要丢的是怎样？哦，灭火器砸头。哦。制服，哎，又变身了。哎，啊，这个人怎么已经倒在那？哈哈，疯狗，袭击式枪决，吵什么啦？你他妈的！疯狗！哎，干！我怎么死啊？叫你当杀手，不是当疯狗。哪有？我看那个什么什么 John Wick 啊，什么什么杰森·斯塔森，都嘛是这样子直接杀的，好不好？那谁跟你在那边慢慢杀？都是直接蹦蹦蹦，然后呜。直接跳下船，然后用个什么滑翔衣就滑翔就飞走了。宝和会，That is your target. 114号上缴了新台币30元死忠现金，主播请问你的任务目标叫陈之汉吗？
like that. 哎，干！这边有全网。换衣服哎！啊哈哈哈！干你娘！哎。Target is down. Now head calmly towards an exit. Time is gone. We need your help. Hello, hello. Ah, 走喽。敌袭。Advanced mission training complete. And may I say, elegantly. 高级训练完成，可以说你的表现赏心悦目，新人。I look forward to the final test.主播，请问不看教学直接当疯狗是你的风格吗？是啊，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啊？妈的 ，John Wick 跟那个杰森·斯坦森当杀手杀人的时候，有这么跟你演的吗？杀完就直接走了好吗？自由训练。哎呦，这里怎么有枪？两把哎。杀人魔，我这枪好难压哦，干你啊！后坐力怎么那么强？哎，没子弹了！哎，没有人啦！哈哈，没有人啦！大摇大摆。Hey, hey, I need your help. Shut up! I need your help.趴在地上吧。这个人怎么那么猛啊？三枪不倒哎！你把暗杀游戏搞成屠村游戏，爽啦！请问是魔鬼终结者吗？When you are ready to advance, you have only to let us know. 哎呀，这种游戏好玩啊！极度舒压，爽杀就杀。任务世界之巅。哦，终有一天，我会站在世界之巅，光芒闪烁那一瞬间。有人意识到你的存在，要查看是谁，按 Control 使用直觉四处观望。Don't move. Drop the body now. Surrender the rifle right now. This is security. Drop the rifle. 闭嘴吧。Go for a headshot. Copy that.屠杀大队长来喽！哎，玩的要死！哎，这什么东西？好亮啊，好亮！哎，作弊啊，有人乱丢闪光弹啊！好了，我们先赶快把这个任务解一解啊，我们要去走这个主线的。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是不是？看完就走。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我靠！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也不按赞，也不评论，你走，按个赞都不会。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点赞数7%，国外人都帮我点赞，那你这类型帮我点赞。都机器人哦。